这个选择有没有要求啊？没有，没有，公母都行，啊，公牛母牛，但必须是腿肉。做新鲜那个后腿。新鲜后腿，左腿右腿有要求吗？也没有要求啊，啊，只要是腿肉就行。你看，公母不要求，左腿右腿也不要求，但必须是后腿。一天留就两个腿，两个地方都没错。前腿不行吗？为什么呢？切不成块呀。啊，前腿切不成块，啊，只能后腿。啊，这其实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。大家听似让我在胡说八道，其实每家门店它都有自己独特的这个要求，就是这样炸的嘎嘣嘎嘣脆，这就是这种叫面包糠的炸牛排，然后这样放着6分钟，炸到这样脆脆的。